开放式的民主书写，以致在民主国家行之多年，像美国、法国、南韩等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诉诸民流直接来民主书写的方式。党内跟政党联盟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党内的话，我们的标准就是民调，还有干部评鉴，还有党员投票。而这个开放式的初选，比较常用在的是政党联盟。